我是左拉 ，I am Zola， 我们飞了 Zola。今天是2021年的8月22日，今天天气不错，我又带小花生到离我们家大概40公里外的一个林场去玩。台湾看起来很漂亮，对不对？到处山清水秀，特别是我们花莲。其实要是仔细观察的话，其实这些山和山上的树都很年轻，主要就是因为这些树在最近100年内大部分都被砍伐光了，现在种的树可能这些树的年龄都没有超过50岁。所以林天山是一个林场，这个林场在日治时期和国民党政府来台湾之后都一直是砍伐台湾树木的一个政府机构。所以我们来到这里找到了一位老人家，听一听他讲伐木的故事，讲一讲他们当伐木工人的生活，对比一下他们的生活细节。我们从这个巷子走进去，拐个弯就找到了我们的采访对象。哎，先生你好。嗯，你好。你住在这里吗？住在，是啊，出生在这里啊，80年的。你现在有80岁？嗯。哪一年出生？31。民国31。你看你还要算算吗？哦。然后这是你家的房子吗？对啊，这是不是我的房子啊？是公家的宿舍，林务局的宿舍。这个上面这个名字是你的名字吗？我的名字。吴永红。嗯，你好。我是客家人。看不出80岁的呢。80岁啊，看不出啊。嗯，这个摩里沙卡是什么意思？摩里沙卡就是日记时代那个日本名嘛。林天山以前的名字，后来才改的林天山。哪一年改的？嗯，好像是七十几年就开始改林天山。那时候中心纸业公司改很多好几个名字，林天山林场也改了，台湾纸业公司，哦，台湾纸业公司那时候和那个罗东纸厂有没有哈？啊，罗东纸厂。我们这边的木材料运到罗东二杰那边去做纸，做纸浆。哦，有的好的就日本自己拿回去外销日本去了。了解，所以木材有些是做纸浆，有些是拿来做木材。嗯，有时候他们日本人他拿来做那个棉窗啦，那时候那些棉都很轻啊。所以摩利沙卡是日治时代的名字。嗯，日治时代的名字叫做摩利沙卡，就生板嘛。写成汉字就生板。是汉字生板，生板、啊、音是一样，生板就是叫摩利沙卡。生板是日本人念生板念成摩利沙卡。哎，摩利沙卡啊，你的生板，那就是讲说这里的森林很茂密，哦，很漂亮的意思。哦，森林的森啊。哎，生板嘛。啊、所以哦，这个地方森林很漂亮。那这里什么时候就没有树可以砍了？什么时候停止砍伐的？72年就全部镰刀、连铁轨都结束了。72年就不砍了。72年2月就不砍了，换公路。是政府觉得砍完了、不砍了，还是要保护环境？还有得砍，这就禁止砍伐，不要再砍了。啊、72年结束，铁道结束，然后换到公路去。公路用公路运输，又拿到里面去啊、哦，拿到78年就整个结束了。你说你在这里住了80年，那民国72年之前，你有在这边工作吗？有啊，我偷偷在老八十是日记时代是砍伐。啊、哦，你父亲就是负责砍伐的。哎，砍伐，以前日记时代砍伐。哦。狗狗，好，我跟爷爷聊一下天，你先去看一下狗狗。啊，我是办公地退休。你是在这个林天山的林务局退休的？林务局退休，嗯。哪一年退休？92年。
九十二年，也就是说民国七十二年停止砍伐之后，但是这个单位还在，一直到九十二年。那时候的我们劳工啊，满六十啊，满六十岁就强迫退休了。了解，但是你看不出有八十岁呢。那个后来哈，我退休过了以后，我现在没有劳退啊，啊，没有劳退好领啊。为什么那个时候没有买？我不是那时候哈，还没有劳退制度。哦，我退休完了以后才有劳退制度。了解。嗯，你像现在，现在退休的人可以做到六十五岁。而且又有劳退，他不用愁这些生活。你像我们劳退一次领掉，我们那时候不是劳退啊，我们一次就领掉300多万，退休一二十年了，你有什么用？没用啊，那钱也会花光啊。了解。嗯，所以你一个人住在这里吗？两夫妻。哦，这是你太太。对。你好。两夫妻住在这边，儿子都是在住在北部。过年过节才有回来。了解。少部那些才有回来。这边游客会走进来吗？会走，很少。哦。后来现在最近也很多啊，他看到这个有红的防火线，里面可能他们一进来说，哇，里面还那么宽啊，还很多住户啊。嗯。这里面还有以前住40多户。哦，什么时候开始人比较少了？就72年结束过后，就慢慢就有了外调了。那时候调到管理处去，调到南华工作站，调到哈伦工作站，调到太鲁阁工作站，都外调去了。了解。所以那时候这里住了2000多人，快3000人啊，200多户啊。我看到上面有一块区域，一些房子烧掉了。那是烧掉，那是民国70年的时候啊。90年的时候，91年，那房子不小心烧掉了。不小心中午的时间煮饭的时候，煮菜的时候，一烧从下面第一栋开始烧，一个小时就全部烧光光。是有风吗？有风，很大风哦。反正你就是火烧房子的时候，那风特别大。了解。那个地方，而且要灌救也不容易。那个消防车没办法进到那个地方。我有个问题，你是日治时代出生长大的，那你会说日文吗？多多少少了，能听懂。但是我没有学日文，没有是和我们员工很多原住民阿美族的他们都是讲日本话。我们多多学多少会学一点啦。了解。哇，你简直就是林天山的活历史呢。对啊，现在那个什么东华大学的教授还有那个大汉技术学院的那些教授，还有外籍的那些记者他们现在一下来访就是来访问我，因为现在这个地方我住最久，你不管山上什么事情我全部都知道。那你们那时候砍伐是用什么工具？以前砍伐你像我爸爸那时候砍伐是用五指锯。五指锯是什么？五指锯，大字的那个锯子。两个人拉？一个人拉。哦，一个人拉那个锯子。你现在你去那个展示馆，你看过展示馆吗？我没注意到。你自己看展示馆的墙壁挂着那个锯子，有五指的。哦，五指是五指那么宽？五指，你像那个五指它那个锯子像五指，它那就是五指锯，还有一直很宽的那个是大哥锯，那个树太大了，那个机器拉不动，它要把它破开，破成两边或者破成三边，那个机器来才能拉，拉得赢，不然钢绳会断掉。所以。那个锯是你们自己要维护吗？要自己要磨吗？自己要磨，你不磨不够力，锯得不利的，你自己叫磨。那些师傅都是像我爸爸，都是自己会磨啊，自己修理啊，通通都是
都是有。那上山砍一次要进去多久才能回来？哦，那不一定，一个月，有时候一个月，有时候有的住两个月也有啊，有的甚至身体好好，他两三个月才下山一次啊。那他在山上吃什么呢？哎，山上他这个运财，我们这个地方有仪态部啊，山上有福利社，有米店。哦，有人送，他自己配上去的，有人。有那个福利社有配销东西，你可以去那边赊账，啊，去那边赊账。这里一菜部他会寄猪肉、寄鱼、寄青菜。啊、你要什么青菜，打电话一叫他，他今天早上寄，到晚就到了。啊，有人专门每天送物资上去。哎、对青菜就在这个地方，按、啊、米叫香烟，还有那些哈。哦那个罐装的那些哈、哦，罐头，罐头那些，那山上都每一站都有福利社。那山里面会有休息区或者帐篷或者是小木屋吗？那边都有房子，里面都有房子，像这样的房子啊，都像这样的、啊，它整栋的哈、啊，像你像守道宫，守道宫一栋就是守道宫，哦，道、嗯、班宫的道班宫不一样的，它的。他那公寮很旷啊，现在那些公寮都废弃了吧？废弃了，都没有了，烂掉了。但是还可能还在的，但是已经那么多年了，有点烂了，都是可能都烂掉了。没人住啊，都会烂掉，都是烂掉了啦。嗯，已经几年，72年结束已经三十几年了。我的故乡摩里沙卡，刚才是。古永红先生介绍这边的历史。嗯，现在先录十分钟，谢谢你。为什么我你就是了解一下你们小时候的生活细节啊，在哪念书啊，吃什么，用什么，坐什么车。那时候哈、哦，我们这里的交通是很方便，我们的交通哈、哦、有那个交通车到万荣哈、哦。那边有看吗？那边你现在那个现在那个有月台啊，那个现在胡妈妈前面那边，那就是月台、啊有一个，那是月台。哦，妈妈主角那边啊？不是，这边啊。这边，胡妈妈。哦，有现在放、哦、放那个小火车那个地方有没有？哦，看到了。哦，停车场。小火车那个地方出去一点，不是有一个月台吗？哦。月台一直到万荣那边也有一个月台。我们就坐这个交通车去出去外面去买菜啦，去读书啦，都是坐这个交通车。一天它有早上三班下午三班的交通车。嗯，但是你们去台北就不方便吧？去台北那时候去台北哦，我们要去花莲住一个晚上，嗯，然后坐金马号的，那时候叫金马号。金马号是船还是火车？是汽车。那时候哪里有北回铁路？像游览车一样啊，像游览车，像游览车大班车。那个金马号那个客运啊，啊哦，要去花莲住一个晚上，第二天一大早才坐那个金马号到台北去。金马号是走那时候到原来那时候海岸路嘛，苏花公路。苏花公路就海岸路啊，啊都是看到那个海边都是海边啊。那时候的路，看到你会怕。那时候的路不是说现在哦，全部都水泥都打好的、啊。那时候这里有轮胎的，啊、哦，轮胎的地方有水泥而已啊。那时候要去台北，一定要在花莲住一个晚上，第二天才能到台北。啊，从台北回来，一定要到苏澳去住一个晚上，嗯，第二天才回来。了解。哦这里那条路苏澳到花莲开那个金马号要开多久？几个小时？起码都要半天，四个小时。嗯，四个小时还算快的了。到苏澳哦，不是到台北哦。了解。花莲到苏澳哦，到苏澳然后再换车，换那个铁路的到台北去。会有听说过车子会被泥石头砸到，或者是掉到海里面吗？多多少少是会的。交通事故是免不了的啦。嗯，我们这边，小时候，你看看我们这个地方，小学每一户都是五六个小孩子。你像我家里，我七姐妹。哇，哦，你还七个兄弟姐妹？嗯，我六个男孩子，一个女孩子，七姐妹。哦、我上面有两个哥哥，一个姐姐。
下面还有三个弟弟，你看看，嗯，那时候我们这里哈，每一户都是五个小孩子，六个小孩子，那个读书哈，那个读书一回来，这个地方小孩子你看，打丢玻璃珠的，打牌子的，跳绳的，踢毽子的，什么游戏都有，哪里都像现在，一回来。手机这么赖，整天那个哦，你像我孙子，你看一整天赖，连吃饭都没休息啊。以前哪里有什么好？以前来回来要帮家里做家事，家里有养鸡有养猪那些，都要帮忙呢。要长猪草吗？要啊。要砍柴吗？要砍柴。哎，不对，你们这边这么多木，所以。要砍猪草，要劈柴，要喂鸡，要喂猪，要那时候，要去种菜吗？要去种菜，种地瓜叶，洗菜吗？给猪吃，给猪，喂猪啊，喂猪的，喂火鸡，喂鸡，喂鹅，喂鸭。你们小时候喂的鸡是火鸡啊？也有火鸡，也有鸭，哦，有没有那种普通的鸡呢？也都是土鸡啊，土鸡，嗯，那关在那边都是吃。吃那些山野菜，嗯，哦，牧草啦，吃那个薏米啊。那你们会去抓鱼吗？抓鱼都是那时候用钓的。哦，用钓大只的。那时候钓小只的。哦，钓小只，那很好钓啊！你早上去一钓，还没有到中午就一换河啦。嗯，那时候很多那个小小的鱼很好钓啊。嗯，一放下用那蚯蚓啊。嗯。蚯蚓一放下去，一下子就一条；一放下去，一下子就一条，很好钓。那时候，也有小虾子，小虾。那这边有什么天灾吗？泥石流啊，台风？嗯，不会啦，这里因为房子矮哈、比较矮，还 OK 啦。两边有山、啊。你像经常说哦，哪里什么哦，大，我们这里已经好几年都没有台风啊。嗯，对。这里很安全啊，嗯，不会有什么问题啊。所以小时候你们没有煤气对不对？要烧柴。烧柴，没有煤气，都是烧柴，煮饭、烧洗澡水，都是。我现在还烧木材，那个洗澡水。哦、了解。木材这里看到木材。木材，你看那边的木材，嗯、那时候。烧到木材都是一级品的呢，都是那个块木扁柏呢。了解，现在那个都是还是块木的啊。那一边那个长的啊、哦，那个盖道的。那盖道，那个都是还烧洗澡水的呢。那我还有个问题，你们小时候洗澡是每天洗一次澡呢，还是一个星期洗一次？每天，也是每天洗。我们那时候哈。现在停车场那个地方，大型停车场那个现在厕所，你们现在用的那个厕所哈、哦，以前是我们的那个澡堂啊，澡堂，男女的澡堂。你们是有你们单位烧一个大澡堂给你们洗澡？哎，大澡堂有男女的大澡堂啊，因为那个旁边有一个机台机是蒸汽的啊，就有热水。这个山上的木材一到那边捡拾完了以后哈、哦。要下下来，放在你现在的那个大型停车场、小型停车场那个地方哈、哦，都是土木材，都是集在那边，一堆一堆都放好的。那边有一台那个大型的机材机，现在那个机材机，那个南华那个山那上面有一台机材机在那边。机材机是什么意思？是砍柴是？不是吊木材的。哦，吊车一样的东西啊！你这山上的木材到那边了以后，要吊下来，它那机台机是用吊啊，要吊到放在整堆那个蒸有蒸汽啊，有用水啊啊！到傍晚的时候，我们四点的时候开始就，机台机是用蒸汽驱动的，然后洗澡堂哦就开始放水，啊，里面要洗澡的，脸盆拿着去，衣服拿着去就去那边洗澡啊。四点多就去洗澡，是在池子里面洗呢，还是洗淋浴？在，那有房子，里面有房子，房子有浴室里面，
浴室的话是舀水洗呢，还是上面水龙头淋着洗？没有，有一个大浴缸，大浴池，大浴池就要弄出来洗。哦，不能跳进去。大浴缸里面可以跳进去吗？有的人也有跳进去的，也有了。他整个要洗澡的时候，就整天流，整个下午就开始流，洗到六七点的时候就没有了，就关水了。很方便。那时候家里有的人，像我们学生一放学回来，有的四点多就去洗澡啊，脸盆拿着去那边洗澡。好，那我再问个生活细节，那你们小时候擦屁股是用卫生纸呢，还是用柴呢，还是用竹子？那时候都是用竹子，用砍了一片一片的那个竹子啊，或者那个树板啊那些东西。但是后来我们这边有中心职业公司，有那个二姐那边有做那个卫生纸，我们就花那个卫生纸，就改变了生活习惯了，改变生活习惯了，就没有用那个。那时候的厕所是冲水的呢，还是那种挖个坑旱厕？大便坑里面，然后要挑走，挑去哦。种菜，种地瓜叶给猪吃的，都是挑去。你像现在我们那一边那一个红砖瓦的啊，那个就是我们以前的那个公共厕所。公共厕所。我们这边有住40几户，今天我洗厕所，明天轮流洗，有一张牌子像这样值班表，像牌子那么大，今天我洗好交给你，每天要轮一个多月要轮洗一次。那你们这里会选里长村长吗？里长要选啊，一任4年啊，所以这80多年来都一直有在选，有都选。从开始就选了，现在我们这个里长已经8任了。了解。这里长要连任8次了。连任8次，八女孩子啊。了解。是年轻人还是中年人？和我同年的。也有80来岁了。好，谢谢你。以前的这里人多的时候，你看住2-3千人，你不要看这样子，你一直看到上面去哈，密密麻麻的3000人啊。我们这小学哦。我们这小学哈、有400，差不多将近500人。你看一个小地方，我们这一个里比凤林镇还多，比凤林镇的人口还多。了解。现在就没有。谢谢你，我去拍一下那个。我是左拉，感谢收看，欢迎订阅。